式的坤蒂所出产的十秒级杀菌效果。我们两只手看起来都非常的干净，在我们未清洗之前使用医院的 ACP 涂抹棒做量测的动作，涂抹棒所均匀的材质，用测量仪器放入11,711。那我们一开始先不开启华士德的十秒机，用一般的自来水做手部清洗的动作，一样清洗十秒钟。31,211，杀菌力没有降低，反而提高。那我们开启华氏的杀菌十秒机，当水龙头开启的时候，灯源会亮起，证明它设备已经使用。我们要洗十秒钟。刚刚用自来水清洗的涂抹棒，降至88%，大幅降低手中的